别喊，是我是我是我，我。哎呀妈呀！小黄啊，你干啥打扮成这样？吓死我了！我求求你了，帮我一个忙呗。啥事儿啊？人马上就来了。谁呀？跟我相亲的人。哎呀妈呀，那不好事儿吗？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，早该找个对象了，省着每天晚上给我们家刚子发微信。哎呀，我不是跟刚子哥，我们俩在商讨情感问题吗？你看，所以说嘛，你就得赶紧找个对象，你找了对象，我就踏实了。谁踏实了？啊，不是，我替你着急。哎呀，嫂子，你着急归着急，你不知道，我有相亲恐惧症。一提到相亲吧，我就心慌气短，血压高。哎呀，我这手啊，拔凉拔凉，直冒冷汗。你看看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看看是不是？是这样，你说你也是，相个亲，你至于这样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咋的，我就觉得吧，那些人他目的不纯，我总觉得别人相中的是我的钱，并不是我这个人。哎呀，那好办，撵走，不相了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哈，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感情你有个好老公了，就阻止我奔幸福的脚步呗。妹，我没阻止你呀。那为了证明你妹，你坐下。干啥呀？来，啊，我求你了。一会儿你就扮演我，你替我相亲，我在旁边观察着，万一要是人好，我再单线跟他联系行不行？啊，你让我替你相亲，嗯，就不行，我不。那我给刚子哥发微信去了、啊。那行，那你说，行，那我咋？你就看我眼色，来，你快，你就给我，你就看我眼色行不行？行，你别慌啊，不慌。看嘛啊！来，我刚打的餐，来，我不吃你的饭，我要吃社区食堂的饭。这就是我从社区食堂打的，你吃啊！没有桌子怎么吃饭呢？哎呀，对，有桌子有。哎呀，来。没有筷子怎么吃饭呢？这不这儿呢吗？来。没有蜡烛怎么吃饭呢？你跑这过生日来了？哎呀。这个红烧肉怎么有点膻呢？这是红焖羊肉。哦，哟，这黄瓜有点苦。这叫苦瓜。这菜花都绿了。这叫西兰花。咋的？你啥菜都不认识啊？嗯，完了。咋了？幸福社区的厨师不幸福了。妈呀，这话怎么说呢？女朋友跟人跑了，喝口汤你就喝出来了？汤里有一股醋味儿。醋？酸辣汤能没有醋味吗？你想咋的？好了，吃好了，收了吧。收了？我伺候他，我伺候半天。哎呀，菜做的不错，活动活动。你活？你哎，你别往里活动。你干嘛你啊？我问问你们这小区有没有那个模特队呀、啊？有，我们社区文化生活老丰富了啊！有。有那个合唱队吗？有。有那个民乐队吗？有。有装修队吗？装修队。大姐，你别告诉你平常社区文化生活是跟一帮大姐凿墙啊。我就随便问问，装修方不方便？哎呦，方便。哦。你看啊，你从这儿出去以后，他门市啊，他就有一个叫。哎，谁？什么玩意儿？咋的了？这是你孩子呀？这是我的宝贝啊！宝贝，你小点声，宝贝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也看不出来是个男孩女孩啊！你放音乐，你要干嘛？我要召唤一下我的武林同仁。你别召唤了，这大中午的，我跟你们街坊邻居们。他都在午休睡觉呢，他们都睡觉呢。对，这个时间呢。起来了，跳舞了。咋的了？起来了，跳舞了。别起来，不跳了。别紧张，赶紧起来。哎呀，听我的，爬被窝里。给我。给你什么？你拔掉。什么意思？你给我来。哎呀。Oh, yeah.
好，哎呀，来，上台鞠躬。哎呀，站在这个舞台上啊，我发现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，他有个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大家伙非常的爱笑啊，心情舒畅。对，我发现今天的朋友们啊，特别是冲着您笑。都喜欢我，谁的儿子谁不爱呀、啊？我揍你！我告诉你，爸，说相声呢，说相声。啊，这是相声里边的相声吗？哎呦，你这相声说的，把你自己逗的乐够呛了。来，往下说了，再说了，我也没说错呀。啊、怎么了？啊，你看艺术家啊、把观众朋友们都比作什么呀？衣食父母。那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呢？那没错啊。那把他们比作你妈，这不对吗？那大家就都是你奶奶呀。啊、人不嫌不。狗不嫌家贫呢，你看我妈长得再丑，我不嫌弃她老人家。我们家再穷，我也得看着。哎，我打死你！我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妈啊！爸啊，这算一个节目啊？还有什么？哎呀，不行，这不够，不够吧？爸呀，哎，就咱们家这个艺术水准啊，咱得来个压轴的，还得有个压轴的。对了，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一个艺术形式啊，小合唱。小和尚，哎呦，太好了！哎，太好，我主演啊！哎，大姐啊，那个读书郎你会不会唱？我会呀。小美玲会不会？会啊。爸，你会不会？那我也会。来，咱就来这个。来这个啊！好，大姐，来，站好了。别唱了，别唱了。哎，好嘞。来，精神点啊！来，开始。小二郎背着书包上学堂。怕太阳晒也不怕风雨狂，谁不嫌什么我懒呐，没有学问我无言见爹娘，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，没有学问我无言见爹娘。小米粒儿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想为你做一首诗。啊，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爱人，他是我的牵挂。祝你情人节快乐！当当当当！呀，好漂亮的花啊！王倩儿，你刚说啥？没听着啊！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！哦，你收到，谢谢，不送。不是。你老黏我干啥呀？我是来陪你过情人节的。你要不是我情人，我用你陪我过什么情人？但你是我的情人呢。有首歌不就是给咱俩写的吗？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。给我上边拉去。谁是你情人呢？你看小明，咱俩咋不是情人呢？在幼儿园的时候，咱俩就不就开始同床了吗？别胡说八道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同床了？别瞎白话，幼儿园的小朋友不都在一个床上住吗？那你说清楚好吗？那是所有小朋友都在一张床上，不就是咱俩？反正咱俩挨着。你看啊，上小学的时候咱俩同桌，上中学的时候咱俩也同桌，为什么上高中的时候你不跟我一桌了？因为你没考上啊。你当着街坊邻居你拆穿我。哎呀，我的命运啊！我们家的首付永远都是我前身付的。对，好样的，太好了，大姐夫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大姐，我没事，我明天就去。喂，谁呀、啊？喂，刚子，不好意思啊，出了个小事故。啊，您是体检中心那个张主任吗？您等一下啊，刚子，你们家钱顺风的体检报告拿错了。当天体检的有两个叫钱顺风的客人，重名，一个38岁，一个108岁。你们家钱顺风没毛病，啊，真是抱歉啊，报告弄混了。这样，一会儿我派人啊去把钱顺风真正的报告给你们送过去。抱歉啊，没事，谢谢你啊，张主任，谢谢。没事啊，
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师傅，你赶紧吧。哎，听张律师说那个意思是我没事了呗？没事了，我身体好得很呗。对，搞错了。耶耶。我打个电话。哎呀，你给谁打都不是优秀企业家了，无所谓。怎么的？咱爸过寿，66岁大寿，这么大的事儿你不早点告诉我啊，让我在妈面前出丑，你就故意的你。那我寻思着，爸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还能忘了啊？我这么忙，我天天忙成什么样，我什么事儿我都记着呀。我，你再忙的家里边人的生日你能忘了啊？那家里人生日就得都记着呀。啊，你快拉倒吧你。哎，我的生日几月几号你说出来，说出来我咔我跪地我给你磕个头。8月12号。行了行了，闹什么呢？这是我大姐夫，我哐当给他磕个头他也不干呢。那我倒不反对。行了，没这个环节，我没起哄，不是非让我给你磕头。我觉得大伙儿的建议还行。不是，说点正事啊，大姐夫。哎，嗯，哎，你看每次妈爸过生日的时候，嗯，咱俩都是意思意思，是吧？对，我就想问问，嗯，不是这回你打算怎么个意思法啊？那我肯定跟你没法比，对吧？我记得前年吧，我是拿了500，你当时咔，你来了5000，是吧？去年呢，我呢是1000，你咔你就来了10000，你每次都是我的10倍。哎呀，大姐夫啊，其实这个事儿吧，我也是，哎呀，整天夜不能寐啊，我也是很自责。怎么呢？你看咱俩吧，都是女婿，是吧？在这个家里边吧，我老这么压着你，是吧？哎呀，在这个问题上我总是你的10倍。哎呀，你是不是觉得不太舒服？我没有啊，我没不舒服。你是不是不好受？我好受啊，你孝敬爸妈，我有啥不好受的呀？那就是大姐不好受。你大姐也好受，她背后老夸你说你能挣钱有本事。不是，那你就说吧，你说你这回爸过66岁大寿，你两口子准备给多少？哦，我是这么寻思啊，这个我不是提职了吗？对吧？单位效益挺好啊。另外呢，你大姐今年的活也挺多的啊。又赶上爸呢是66大寿啊。我们两口子商量啊，拿6666。不是，大姐夫，你要拿多少？6666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不能再多了，再多我俩就受不了了。不是，你拿6666，我得拿多少啊？那你还10倍吗？我肯定得10倍啊！拿6666，那我就是66666啊！我这个，哎呦我的妈！妹夫，你这干啥呢？这数钱呢？啊，6万多，我不得数一阵啊！你可别这么数，你这么数容易帕金森。大姐夫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 啊，其实你和大姐这种情况啊，嗯，你看爸妈都了解，包括街坊邻居们都了解，是吧？对，你们没有这个条件，对，不要装，知道吗？用不着6666，你看爸过寿也不是图咱们儿女的钱，就是图儿女一个心意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就算是你现在提职了，有钱了。你给妞妞买点吃的，买点喝的，买点学习用品，这不好吗？你这话也倒是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哎，那你说我给爸妈多少钱呢？告诉我那个落水的孩子救上来没？啊，救上来了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不知道啊？哎呀，那个情况非常的危急呀！我正巡逻呢，就看着一个孩子扑通一下就掉水里了。我当时二话没说，做了一个标准的扎猛子，噗呲我就扎进去了。我扎得很深，我扎得很远，然后呢不知道。我说你扎猛子干啥呀，你走过去不就得了吗？哎呀，这孩子你说的这个轻松，我走过去啊，我怎么走，那水那么深啊，给孩子都没了。还那么深，那水就到这儿。就这么深吗？啊！
哎呦我的妈！你不是，我就纳闷了，你怎么出现在现场了呢？我不听见你喊了吗？到那一看呢，你跟孩子在水里面正扑腾呢。啊、我直接就给你俩救上来了。我跟你说，还真别说，咱哥俩配合的真挺好，感谢田经理，出现的非常及时啊！我说你胆挺大呀，不会游泳就敢跳水救孩子啊？我想那么多了吗？不是到了以后，呛了第一口水，我才反应过来我不会游泳。那咱也不，一样，这些都是次要，是不是？丁经理，你过来，过来。我想问你点事儿。你说。你发朋友圈了吗？发朋友圈了，发的是你，奋不顾身救上来一个落水儿童，太棒了啊，太棒了！你说我喜欢的那个小秘密，他能看着不？应该能看见，我有的好友。漂亮，这事儿干得漂亮啊，这事儿啊啊！那个田经理，我能不能再求你点事儿？说，就是秘密看到这个朋友圈，他一定会来看我。对不对？看我的时候啊，你千万别跟他讲，说你把我和孩子救上岸了，你就跟他讲，哎，我跳水救孩子这桩行不行？为啥呀？这么跟你解释，嗯，秘密心中一直想着说，他的另一半应该是个英雄，嗯，那是个有男人味儿的人啊，所以说我就想。能不能借着这个事儿让他对我印象好一点？那个我明白了，但是我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，我不会撒谎。不，田经理，这跟撒谎没有关系，你这属于啥呀？成人之美。行，反正你确实是想救人。对，我确实。放心，没问题，是不是啊？这回来吧，我让秘密知道知道，我是个英勇的男人。我是个勇敢的男人，我是个积极上进的男人。你现在是个落水的男人，赶紧把衣服换了吧，别感冒了啊！不换，让感冒来得更猛烈些吧。香水呛了哥吧？啊，没病找病啊？不是，田经理，你没明白。我要是这个状态的话，我就能观察出来秘密是不是关心我，那心在不在我这儿？于小脸。于小脸，后面，贝贝，于小脸呢？后面呢？于小脸，哎，嫂子，他是不是没介绍过我？他谁呀？高中同学郭子琴。现在介绍是不是有点晚了？咋的呀？我开锁的，瞧不起我是不是？我瞧不起谁，我也不能瞧不起凯索嘞。你是中国大当家，少给我来那套。嫂子，我跟你讲啊，这小子，你说你咋嫩损嫩损嫩损？你说咋了？咋的了？我跟你讲啊，嫂子，我结婚的时候，以他为首的我一大帮同学，那给我一顿折腾啊！人家结婚的时候啊，都是欢天喜地。我结婚的时候好像入地狱了一样，到了晚上，你说你就走呗，你咋那么欠呢啊？非得要闹洞房，闹洞房，闹什么洞房？大晚上，拿个大锁给我和我媳妇儿，咔嚓一下锁一块儿了。啊？还告诉我叫相亲相爱连心锁，拿着钥匙就走了。嫂子。洞房花烛夜，那是多难得的时刻！哎呀，我跟我媳妇儿鼓秋一晚上锁，第二天一早，我硬给她弄开了。哎呀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改行了，我不贴小广告了，我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开锁匠。太励志了，太励志了。
夺取的事儿拜替了啊！我配不是，我请您喝酒啊，走咱喝酒。慢走啊，站住！大佬，说啥呢呀？这都在家里吗？那不嫂子吗？咱搁家喝呗，上哪儿喝去呀？而且啊，你俩结婚的时候我没赶上，这样，把你俩结婚那一套再给我来一遍。不是，这个子贤啊，没这个必要吧？没必要，非常有必要。我这些年就指这事儿活着了。那你活的目标也太……没错，我告诉你说，咱家的房子有的是，你随便住。妈，哎，我跟您说啊，我这人没有别的爱好，我就喜欢花钱。好啊，这个好卡随便刷呀。那我外号是花钱大王。妈，你妈呀，这辈子没别的，就是发愁啊，这钱怎么花出去呀？没事儿，妈，我跟你说，有我在，你愁啥呀？首先，我就从头到脚给你打造一番，打造一番。哎，头发染它七个色儿，身上都是窟窿眼，下身来个花裤衩，脚底踩个塌了板儿。啥玩意儿？然后我就戴个大金脖子。开着你的大宝马。好，妈你坐旁边，你们仨坐后边，咱们就一路开到国外旅游去。咱们第一站先上哪儿呢？哪儿？迪拜啊？迪拜啊？第一站就去迪拜。妈，你去过迪拜吗？没去。那就好办了。那个完，咱们到了迪拜以后啊，入住那个七星级海底捞酒店啊，上桌子。桌子，那个，吃海鲜大餐。咱吃完海鲜大餐呢，咱就回到房间睡觉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你的四周啊都是鱼，游来游去的，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一般。第二天早上醒了，咱俩就拿着银行卡，啊，就去逛商场。逛，咱们就一路逛，一路刷，一路逛，一路刷，刷就刷，刷就刷，刷钱不刷就不回家。来，耶！啊，这钱都刷光了，咱们怎么回去啊？那怕啥呀？到时候您捧着个大破碗，我就跪在地下负责喊呗。要饭呢？妈，你看，你看，行了，妈。哎呦，快拉倒吧！咋的了？你这闺女太能造了。闺女不认了？我不认了。刘姨呀。你别害怕啊！我跟您说吧，我刚刚在屋里的时候啊，我都听见了。其实我刚才那是逗你玩呢。哎呀，你说你们这帮孩子逗你刘姨干啥呀？哎呀，老妹儿啊，哎，我早就跟你说，用金钱呐是砸不来感情的。哎呀，姐呀，这个道理我懂啊。你说我吧，刚才看着孩子给你吃药的时候，我是特别的感动啊。你想我吧，就一个儿赛国外，我要有个头疼脑热的，连个端茶送药的都没有啊。我要是想儿子了，我只能在视频上给他见个面儿了，看得见我摸不着啊。我这心里头苦啊！哎呀，妹子，你苦啥呀苦啊？就咱姐俩这感情，我的孩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？你真要是有事需要他们陪伴，他们都愿意去呀。对，刘姨，我们一定像孝顺我妈妈一样孝敬您。对，你就把我们仨都当成您自己的女儿。对，我们仨呀，您随叫随到，不用您送东西。其实啊，我也没别的想法，我就想啊，每天有人身边，管我叫声妈。妈，还要叫你呢，妈。哎呀！妈，行了，妹子，你多幸福啊！这回你呀，儿女双全了，在这多住些日子，别走，让他们天天叫你妈。一比一万，开不开心？